手掌软骨增生案例，彰化志工尤师姐，2013年3月初发现手掌软骨异常增生，隆起一颗约0.5公分的软骨组织。5月初求助推广点，志工师兄建议多温敷。尤师姐回家后，每天用热水袋温敷5至6小时，经月余增生之软骨消失不见。1个多月前后比对，处理前、处理后。尤师姐很高兴提供大家分享，感恩原始点，感恩张医师。